完活了，我这儿相信您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老六七十，到六七十岁人，那个不会骗人的。是是，你说老人，我就说做生意都是良心账。得了，啊，麻烦你啊。哎，再见。哎。这一般能使多长时间？这仨一年都不用再磨。一年啊，最低的英语是一年。您要好，就像您那刀就好一年都没磨过。对对。啊，我跟你说，我要再就得您说那再挣您那个，再挣您钱都不容易。别这样了，一高兴您就三四年了。你要让我们赢都这样赢。师傅使多长时间呢？你仨刀赢一年，有五六年都磨刀的。那个我当地话，那个在金城中街这磨，那给那熟人磨，那熟人磨俩，那女的别刀我也磨。我你刀还是五六年的呢，菜刀那是打的字呢。他从我结婚到现在我都没磨过，五六年到现在多少年呢？我说我还告诉你，你不是女人。他为什么呢？我冲你菜刀你都不会做饭。怎么换了呢？我你那菜刀姐这七千万再骑回来，你看不当都拉不了口子。回见啊。哎，再见。